咖喱妹妹嫌我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觉醒来，小趴多了一张丑脸。具体是谁干的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其实小趴还好，但是咖喱妹妹忍不了，因为我每次上线，右下角弹出来那个同居上线的消息时，她总能看到我的丑脸，所以呢，她就受不了了。但是我跟她说，我是零氪玩家呀，不能换。咖喱妹妹就喊我滚回来，看看能不能用这个梳妆台。啥玩意儿？梳妆台还能捏脸吗？啥时候有这种家具的？这也太先进了吧。但是当我复制之后点完成的时候，发现没有次数了，还是需要用500小太阳。那没办法了，只能等到这个次数恢复了。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玩意儿什么时候能恢复次数？咖喱妹妹这么好看的脸码，我居然用不了，太可惜了。偷偷帮我捏脸的人找到了，是彭程，这就是他给我捏的脸。你们觉得丑吗？不仅是彭程，还有优七发视频说我怂。好家伙，你俩够过分呀。我已经想好办法整你俩了，你俩给我等着。